吴秉睿委员提案说明，吴秉睿委员不在场，请内政部刘世芳内政部部长做报告。有关委员的提案说明还有部会的报告，请委员自行参阅，并列公的刊登公报。其他单位的报告，请委员自行参阅啊，然后并刊登公报。我们现在进行询答。委员质询前，我做以下几点报告。本会还有原住民发言的时间，因为现在比较混乱一点，我们呢就现在先不暂停我们的询答。那因为今日的议会我们要处理法案，本次的会议我们就不处理临时提案。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好，我们现在跟委员会报告。委员安静一下。好，我们现在请内政委员会有登记发言的委员来发言。我们请内政委员会有发言的委员来发言，请徐以真委员发言，谢谢。主席还有各位部会首长大家好，我们是不是请内政部刘部长、中选会陈副主委发言内询？现在实在是这一次针对选罢法的联署条件，我们希望能够联署的名册呢，不能只有填姓名、身份证字号、出生年月日、户籍地址，然后签名盖章。我们已经看到坊间有很多都是往生者联署，或者是都是抄名册。我们随便在网络上就会看到一堆有身份证字号的名册，所以我们可以觉得现在的联署的这个条件有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好好的来讨论联署的这个问题啊？当然我们也希望避免不孝者的收集个资、操弄罢免的制度，减负身份证银本也是一个方案。今天讨论的吴秉睿的提案也是一个方案。既然这么乱，好，我们停止发言，提议停止发言。主席停议停止发言。主席停议停止发言。对，主席提议停止发言。好，现在徐以真委员有提议停止发言，请问有无异议？没有，没有，我们没有异议，我们现在停止发言，休息。大家好，身为内政委员会的召委，在这里我要谴责上周四民进党霸占内政委员会，并且限制内政委员会议事人员的行为。没有讨论，没有民主，这是民进党自己喊出的口号。但是上周四不让召委主持会议，绑架议事人员，
甚至连带的瘫痪经济委员会还有司法法制委员会的行为，我深感遗憾。今天我要再度的谴责民进党，你们又偷了一天的薪水，而且清晨五点，黄捷委员你强行撬开委员会的大门，霸占了委员会。议事人员是我们立法院最珍贵的资产，他们维持了立法院的顺畅运作，如果连他们都要被政治胁迫挟持，台湾从此没有民主政治。身为内政委员会的召委，我有这个义务让内政委员会的议事顺利进行，也有义务保障内政委员会议事人员的人身自由还有安全。今天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里面提高罢免门槛的条文，大家有意见我已经接受了，并且在今天也已经暂不处理了。在这里我要呼吁各党团自律，并且冷静地讨论各项法案，还立法院一个理性的讨论空间。最后我有一个不解，吴思瑶干事长，你当了好几任的立法委员，如果你还不懂基本的议事规则，那么就是混，如果你懂，那么就是故意的混淆视听，那就是骗，骗人骗多了人民不会相信的。我也不懂吴思瑶，你为什么那么害怕民进党立法委员吴秉睿提的案子，恨不得马上把他毁尸灭迹。吴秉睿的案子在4月3号已经联署成案，而且有20位民进党的委员帮他联署，才3个月的时间，民进党你们就急着毁尸灭迹。我相信人民正等着你们说出一个道理。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实在很难确保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菌，也因此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生活中补充益生菌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该怎么选呢？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株最重要。面对换季引起的干痒红肿，能调整体质的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金三角全效配方让肠道增加好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收录多篇学术报告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每天一包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如果你也想尝试，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每日克菲尔，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